在巴黎逛公园。这么喜欢公园？还是暖手袋。一会儿能看到草坪吗？这个天儿反正能看着一点吧，至少有一点儿草坪能看到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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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动物园？怎么绊了一下脚呢？哇，这有草坪。哇！时机就是他在弄煎饼果子第一步的时候，你录了是不是？那你记得一会儿给我。哇，这比我做的煎饼果子好，人家这第一步哪一步做的都非常的熟练。这录下来认真学习啊。Thank you.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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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哇，我吃的是香蕉的，里面加香蕉，里面还可以加巧克力、蜂蜜啊、盐味什么的。如果大家想吃的话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。但这个香蕉的真的很好吃。你不会要把我，你不会录了要让我吃完吧？